我们现在还需要找这个钥匙。那真白雪就是一个旧玩具，然后小花等于是一个新玩具过来代替了这个旧玩具。它也不是新玩具，它也是一个二手玩具，只是说它比较坏。来这儿的都是二手玩具，它一定也有它自己的故事。我们翻一下这边吧。哦，能掰开呀？有的能掰。哇，真假的？那这个怎么也不像是钥匙。哎，去拿一个。当当。哦，有。还在这里。钥匙在这边。在这里。啊？在石头里面吗？在石头里面。把手伸，这样。谢谢。Give me five。No 。对。日记本。空的。哎，没有东西啊。那就是有印子。好、哦，要用水。有印子？没有印子，那就两页纸、啊。是不是要抹什么东西才会呈现字啊？是不是要放水之类的成像啊？或化学药剂？或化学药剂？哎，我们试试看，用这个紫光灯照一照看，朋友们，这不是有个紫光灯吗？哎呦我吓一跳。2021年1月3日天气晴，今天我终于如愿地成为了学院代理主任，我再也不用回到人类世界，再也不是那个被小花主人扔在床底丢进垃圾桶被他的新玩具们霸凌的白雪公主了。被冲进下水道，被流浪狗追逐，在街头风吹雨淋，与老鼠蜘蛛为伴的流浪的生活，我要忘得一干二净。圣 MG 职业学院真是一个完美的地方，这些愚蠢的玩具被清除了记忆，永远不知道自己曾经遭遇过什么，也不知道回到人类世界会发生什么，那就让他们在这里继续做梦吧。幸好我偷偷地混了进来，没有失去记忆。我要记住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和玩具，我永远不要回去。记仇。他说，我再也不要回到人类世界，再也不要被小花主人扔在床底丢进垃圾桶被他的新玩具们霸凌。我们说的不是那个小花是这个玩具的名字，小花是他的主人，小花是主人的名字，他也是同款的白雪，白雪是一款，对，他找到长相一样，然后呢，只是说这个裙子，它上面绣上了一个东西，表示这个玩具属于是这个白雪公主的裙子，对，她身上的这么多伤痕，其实不是她在杀。就是真白雪的时候的伤痕，是他在作为一个玩具的时候，被扔在河边儿啊，对，遭受那些遭遇的时候受到的。就原来的白雪跟我们都是一批被消除了记忆的玩具，然后现在是有一个没有消除记忆的玩具进来了，他长得跟白雪一样，而且他是同一批的玩具，但是他没有被消除记忆，他把人类对他的伤害转嫁到他的同伴玩具的身上，他其实是被人类伤害过。不管人类是不是喜欢了新玩具，他其实恨的不是那些新玩具，他恨的是那些愚蠢的人类。他被抛弃了。